经过二零二七年强用私人车 O-Bike 智能过后，推动县政府再个争取中央补助，未来经济由东东县营运经验的 U-Bike 内统进出推动，初期也给主家给站点就可以用市区为主。韩国第六年内空太多全县各乡镇提供本县民韩国游客，韩国东县有感叹的交通工具。拿出手机的打开 App， 只要有特定一卡通，也是悠游卡，用感应的就是来票私人车，也是天普车来去。在态度飞梯区最近作为几下年的强强私人车服务，在台东市开始营运，民众老年下都知道 EDP。台东就是这个空气好啊，所以骑这空气更加好啊。下午想去一间二手书店，它离市区大概走路要30分钟，骑 U bike 就10分钟就可以到，这样，所以就非常方便。台湾政府启动公共私人车营运计划，在今年底以前，先在台东市区人口较多、也是生活机能较好的所在为主，装设40站，提供140台私人车本营票。到2026年，我扩大到全县各乡镇，总共120站，提供1120台私人车。如果接受度不错的时候，我们会慢慢的扩点到乡镇去，希望说是以观光的角度来去推到乡镇的部分。那目前可能会以纵谷线为主。县政府也讲，到过去年3月以前，票私人车前30分钟50元，天普车三系半价油费，前2点做每30分钟25元。票车的店要分3块，附近的本店都有票私人车的店家。感谢清晨，下个新闻层面同不同？